枪鸟，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所在。当初我被幸福者打入英雄鸟，嘛里面待一段真久的时间，现在人手全毁了。当初你跟我是如何悠闲自在，但是今天却剩我一人，连一个拼酒的朋友也无，实在真可悲啊！你终于来了，但是你的背上好像点了什么？你是光心剑吗？所以已经无需要了。哦，看什么？看你好像甲早前有一丝仔无同，你敢看有？我若看无，鬼才相信。老爷，讲来听一下，你看怎样？甲你讲嘛是白讲。那你来找我创什么？我有欠你钱吗？我是要来找你输赢，林俊杰，看你的模样，好像才拍完无多久，现在将我赢你无公平，那你想怎样？先去休困一下，饮一碗酒，等你若是休困有够了，一拍再来拍。好，要饮就来饮，但是我介意饮的是茶，谁知你，你饮茶。我喝酒。老头，你这里真呛功吗？到底是有够什么事情，才当笑个真呛功？所谓的功呢？就是假戏不在天高地厚，自己气管又不认输的黄神啊！三流角色，口舌拢是非；一流歌手，人是剑上见真章。哇，真厉害呀！那就让本魔师来验收，到底是一流剑，也是三流人。我就来做裁判，做见证。何必呢？到底来嫌麻烦？你嫌麻烦，卖先让我有资格。我飘松寒剑飘进香剑术，以武攻之威，是传风霸白毒一击击出梦。公务员规骨再生，勇环指挥暗雕汹涌。素环金一甲师，银河按兵不动；三处汉江暗中行机，廖鸿春送星，罗国明比琴是谁阴谋？金色狼鸟用砸出秘密门，金戒瓦兰峰，金戒异兽，究竟谁是金，谁是戒呢？夏青七千多，别得集中行开，谁这是金钱七千几兽？玉帝结果，请继续做狂我们的部队戏。霹雳英雄本质进攻记第26集，三分半毒。